所以我们机票的时候，那个邮件发过来，上面是每人零件行李，零件手拎的行李，两个都是零。嗯。然后我们就担心要托运行李。啊。那托运行李刚才过来问，他说额外一件是420，到德班那边。然后我们就准备托运，然后付钱。但是他说啊，你们就两件，两个人可以带两件。啊。就说如果有额外的，一个箱子420。然后这些小的都不用算，那就说我们都没付一点钱，所以说他这边国内的还挺便宜的。对对对，我们一张机票就250到德班，廉价航空。成功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的，谢谢。好，那有缘再见，有缘的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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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 ，OK， 慢走。保持联络哦，保持联络，拜拜拜拜，谢谢江导，好，行。对，他这个相当于就，哎，这个飞机也很可爱，省了好多钱啊。我们应该就坐这个飞机，我们啊，这个牌子 ，Kuruma， 他们机场安检也挺松的啊，他们进来也没有自己查，对，国内没有一个人一个人。也没收拾，也没收拾。我的火机也在，人也挺好的。刚才陈员一人给他们发了一包泡面，他们也挺开心的，因为我们带了一大包泡面，这泡面都是那个郑胖邱胖给我们。对，你就别说话。那我们现在坐到这个候机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对面看到了一个赠送的咖啡。是免费的是吧？然后对，有这一些啊。这刚才我们和来，刚才和这个手残，总是说自拍，对啊，说找个人帮我们拍吧，不用，手残，这个挺好的哈，有头有尾，一只还有一只，这什么时候的？这相机在他家，你的八颗小白牙，标准小黄牙不是小黄牙。到时候估计越到开普敦那边越往南越。我们现在是在那个德班。德班。我已经到德班了。早上还在约会。你去上厕所吧。我要上厕所。啊，腰不行了，腰不行了。腰不行了有吧？来到这边的第七天腰不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租车公司。坐车，这边说是出了印度人最多的地方。我们刚刚在机场取行李的时候，有很多很多的印度人。陈维，Top 是在哪里？你订了个什么车啊？叫他给我个尼桑的什么车？然后多少钱？多少钱一天？200多一天，加全部行。200多一天？是最便宜的。全部行。最便宜的。最便宜的。我们是 L12。哎，陈伟啊 ，L12吗？对。老规矩啊，让我们检查一下这个车，看看有什么问题。先把驾照扔进去。看有什么问题。过来去看一下包。我看着。有。你看这边，就刚才说的嘛，印度人真的很多。除了印度之外，最大的印度人聚集区。我刚才说过了。然后呢？那就很多印度人为什么会在这边？他妈这个地方也很好啊，环境也很好。对。要被他们占据。我们再检查这个车，然后再去问一下要加几号油。其实这个车这么看来讲的话，就200块钱一天的话，还是挺不错的，就也就是挺好的。
还挺宽敞。后面呢，这个后备箱也是完全是密封的，这样的话停车放东西也挺放心的。好，正式我们的南非自驾游了。环境啊挺不错的，刚刚在这边订房，然后这一碰就是老乡嘛，广东的。你好，你好。嗯，然后他在这边住了挺久，一个人，就一个人在这边。对，对啊，一个人过来南非看一下嘛。刚好我们做的东西是跟德邦这边比较有大的关系，所以我在这里待了几天，我只挺无聊的。怎么称呼？姓梁，梁山伯的梁。梁山伯。不过广东人发音不太准。梁山伯的梁。你待了多长时间了在这边？我12号从香港飞的，13号到这边，然后一个人也待了好几天了。还会待一个人一天？我们26号飞。你们26号？对，我20号飞。又多待一天。然后明天是中秋节啦，大家节日快乐！刚好一起过节是吧？好，请你吃泡面。OK，Thank you。因为我们有一大袋泡面嘛。你们都带泡面过来吃的呀？因为在约堡，他们给我们了很多泡面，怕我们。本来想在我本来想在香港的时候也带泡面出来的，不过想想算了，难得出来了就随便点就好了。这边中国食物还是挺多的，挺方便的。隔壁就有一家餐馆。隔壁啊？我刚刚想问一下他买那个充值卡。就走过去可以了。可以啊，只我晚上都在这边走，只要不是太晚的时候都应该没什么。挺安全的。我觉得这一块还算不错。下次泡面给我们提一下。可以啊，我帮你提醒你他家在哪。行，我帮你提前看一下。你明天坐的车？你本来在住17楼。是啊，17楼的风景特别好。那为什么要换到4楼啊？因为我来之前我是不知道这个环境怎么样，就只订了1个星期。来了之后他就告诉我说那个房间没有了。那你住了1个星期就没办法了。对，看一下海景。
看一下。我们这个酒店叫 Blue Water 啊、嗯，哦，下大了。沃布斯。啊、嗯。我在其他国家待多了，我觉得那些地方都会，就还是说相对落后一点。对。然后我一来到这里，我就觉得很现代呀、啊。嗯。那你还想跑？第一次来，不如南非多待。但是他们说治安会稍微有一点不太安全。但约堡可能会乱一些，他们说约堡更乱，所以我说我们缘分嘛。本来我是要派、嗯、要到非洲西部，就是说加纳、贝宁那些地方去。我们要去贝宁，我们要是吧？然后呢，只是多哥没有，就想要去看。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也需要在各个地方布点。其实多哥我们很早就想进去的了。我当年在那个科特迪瓦的时候，我们代理，因为他就在多哥有生意，他就想要我们去。哎，我建议有一个，他们西部非洲有一条公路，直接是沿着那所有的那几个国家，就是在海边的那条路就一直走，你可以走完所有的国家、哦、而且他们好像也不都那进去之后都好像不用怎么签证，反正就很简单的手续，就是落地签。对，那我们不是以风景为主。哦，你们是人文是吧？对。哎呀，那就可以了。你去可以去很多地方，可以，不过呢，只是这里我不太熟悉。如果是我们去过的一些国家，还是可以跟你们介绍一下。我们要去多哥贝宁啊，多哥贝宁。加纳，我们也去。科特迪瓦去不去？啊、去了已经。科特迪瓦没去。他没去。科特迪瓦也很漂亮，我跟你讲。真的。我们所有分。你这趟行程接下来呢？没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回去。哈拉雷完了就回去。对，哈拉雷完了就回去。然后可以申请一下吗？一会儿去申请一下。真的、啊、你科特迪瓦可以去、嗯、有朋友在这个我分公司就在那里啊。我分公司就在那里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去那边、嗯、然后去了解一下。特别我觉得哈，可以多跟我们公司接触，因为我们都是最深入到最当地的。嗯，那可能对吃玩我们可能会不太就没有那么多、嗯、因为估计安全。嗯，但你要说对于他们本地的一些文化啊，那些什么东西，只我们公司。那叫海运空运为什么会？因为我们接触很多都是当地客人呐、啊。哦，都是当地的客人。都是黑人呐、啊哦，我 们的客人。你都不知道，我们其实就是在市场，黑人市场里面，我们在那里到处穿啊。哦。我们经常会在有一些国家会被警察刁难的、哦、会黑人刁难，黑人警察刁难是好正常的。对呀、啊嗯、对呀、啊。